这种问题不要讨论下去了，就是就感我觉。们活得还不如一团黏菌。大家在看这个视频之前啊，一般肯定都认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一定是人类啊。不过呢，最近10年的研究却发现啊，一种粘液霉菌啊，也有智慧的表现，甚至它们的智慧可能比人类啊，可能还强那么一丢丢。这种粘液霉菌用1天时间就解决了人类规划师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设计规划，用几天时间设计出的算法啊，比数学家研究几年都强。甚至这些单细胞生物还通晓了宇宙网络和暗物质分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种粘液霉菌。大家好，我是老客，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鼻的 UP 主，旁边是新人导演小仙儿。大家好。其实啊，微生物或者说是单细胞生物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这种东西啊，在科幻小说里面不罕见。最早我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有一本老杂志叫《奥秘》，上面就看过一部小说，其实地球上最聪明的东西是蓝藻。但是我们这个说的粘液霉菌啊，它的表现就更加丰富一些。2016年12月21日，英国皇家学会学报里写道。它不是动物，不是植物，也不是真菌。粘液霉菌是一种由巨细胞组成的奇怪的爬行的类似水滴的生物。虽然它没有大脑，但它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就像图卢兹大学动物认知研究中心的生物学家先前证明的那样，现在同一个科学家团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证明当粘液霉菌和粘液霉菌结合在一起时，粘液霉菌可以把它学到的东西传递给其他的粘液霉菌。这就是单细胞的一种学习和知识传递的表现，这代表着粘液霉菌可能是可以有智慧的。这里说的粘液霉菌啊，不是霉菌，它不是个真菌。其实这种粘液霉菌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也不是细菌，更不是病毒，它是属于一种原生动物。原生动物是真核生物中最低级、最原始、最简单的一类生物，比较接近动物，但又不是动物，它更像一种变形虫。它们能根据外部环境改变自己的形态，所以这些小东西生命力极强，从寒冷的南极到炎热的撒哈拉沙漠都可以找到这些小东西。它们在森林里一般长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样子，哎，大家肯定都见过，其实看上去很恶心，摸上去呢黏黏糊糊的更恶心。这些黏菌团啊，一般可以长到30公分左右，千万个小细胞呢，可以以每小时5厘米的速度向外伸展，形成卷曲网络。来探索周围的环境，来获取营养。下面呢就是跟你讲啊，太岁和那种粘液霉菌有多大差别。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中原俊之和他的团队对这些黄色的黏糊糊的菌团进行了研究，发现啊，这些菌团很特别，他们呢将麦片放在一个迷宫的入口和出口，这些黏菌总能找到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于是啊，中原俊之就试着使用粘液霉菌来帮助人们解决一个传统计算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推销员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就是假设几个城市是随机分布的，那么推销员要走过所有城市，能走的最短路径是什么呢？效率最高的路径又是什么样的呢？传统计算机的解决方式就是枚举法，也就是强行解决这个问题。对，每一条路都走一遍，找到时间最短、效率最高的一条就完了。但是这样呢，解决这个问题所花的时间呢，就随着城市的数量增加，也就指数级的开始增长了。但粘菌不同，粘菌每次总能很快速的就找到最短路径，而且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啊，只随着城市的数量增加而线性的增加。在城市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啊，计算机是吊打这些粘液霉菌的，但是城市数量一多，粘菌的厉害之处就展现出来了。虽然每小时只有5厘米的速度，但是计算机面对指数级增长的难度还是败给了粘液霉菌。因为发现了这种现象，中原俊之获得了2008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为什么是搞笑？就他名字就这么命名的，就是不要觉得他叫搞笑诺贝尔奖啊，就觉得这个奖不正经，它是个正经的科学界认可的奖项。他那个获奖项目啊，曾经的获奖项目啊，就包括。研究在狗身上的跳蚤比生活在猫身上的跳蚤跳得更高，喵星人有多少种语言，还有一个获奖的项目是用冷冻的粪便制作了一把刀。好吧，我承认它是个不正经的项目。但它是诺贝尔官方认可的。不是官方，诺贝尔官方，它是斯坦福大学还是哈佛大学组织的。组织的啊，但它也叫诺贝尔。对，只是叫做搞笑诺贝尔而已。
这个研究组两年之后又获得了第二次搞笑诺贝尔奖。这次啊，中原俊之给年均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来解决，要年均建立起最高效的东京交通网络。中原俊之用36个燕麦片代表着东京周围的36个主要城镇，中央的年均团就代表着东京的中心。同时啊，中原俊之用关照来模拟一些阻碍，比如说山川湖泊，而年均呢就要在这个城市网络中规划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物流网络。年亚明君啊，仅仅用一天多的时间，就在这36个燕麦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网络。中原俊之经过详细的测算后，发现啊，这个网络比现在东京周围的物流线路更加高效。中原俊之并不相信啊，我们的工程师几十年的物流规划、城市规划的心血啊，被这种单细胞生物花一天时间就打败了。于是中原俊之又拿中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的交通网络进行了测试，发现中国、比利时的交通网络和年均形成的网络几乎一致。经过验证，这两个网络呢虽然复杂，但是高效。实际情况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物流网络确实很高效嘛，对吧？啊，这都不用测算。而英国和美国的交通网络则和年均生成的交通网络完全不同。经过测算发现，如果按照年均设计的方案建立交通网络，那么这两个地方的交通效能能成倍的提高。所以啊，年均建议这两个地方应该拆了重建一下。现在其实年均的这种特性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了科学界的很多领域了。根据年均的指引啊，还诞生了一种叫做多目标年夜霉菌算法的东西。它经常被用在交通线路的规划和输电线路的规划上。嗯，它相当于已经形成了一个计算机内置的一个算法了吗？不是内置的算法，就是它已形成了一个运用于专用领域的算法，就叫做多目标年夜霉菌算法。这个论文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就是包括你电网怎么布置也可以用这个算法解决。对，他是怎么去研究出来霉菌的这样一个算法，然后去把它给模型化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通过粘液霉菌的这个就是它的这种特性就粘液弄出来了。而且不止这下，粘液霉菌还被用在了天文学领域。天文学家用粘液霉菌来研究宇宙中的暗物质分布，换句话说，天文学家用粘液霉菌来寻找暗物质。到这儿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不过是粘液与霉菌的一种本能反应，都是凑巧？毕竟这种没有大脑、没有意志、没有智慧的有机体，他们怎么能解决这种复杂的问题呢？不过是自然给他们的生存本能反应，凑巧罢了。但是啊，下面这两个例子可能会让你重新认识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实验，研究者让粘液霉菌细胞每隔一小时暴露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些菌团啊，很快就学会了每隔一小时就放慢自己的运动，以避免环境改变带来的伤害。随后呢，研究者就不再改变环境了，一直保持粘液霉菌适合的生长温度和湿度，但粘液霉菌仍然会保留这种每隔一小时放慢自己运动的这种状态。这个实验就说明粘液霉菌其实是会学习的，并且呢会有效的利用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对，虽然它没有大脑，但是它会有记忆。对，它会有记忆。对，它能够通过它自己的生物某种生物反应来去计时。对对吧。下面第二个实验啊，可能会颠覆你，就是它不是没有大脑，而是它们全都是大脑。它整个都是个大脑。对，就是它有多少年霉菌，这个就是它的大脑。OK 好，这个实验是让人更觉得更科幻了。普利茅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爱德华多·米兰达就利用粘液霉菌的这种记忆和预测能力，让粘液霉菌在钢琴上演奏出了比较复杂的音乐。米兰达教授啊，把音符转变成了不同强度的电信号，输入到一团基于粘液霉菌的电路中，而粘菌就通过自己的身形改变来做出反应，产生回应信号。通过这种方式呢，粘液霉菌自主复奏出了一首爱德华多教给他们的钢琴曲。一段时间之后，米兰达教授的粘液霉菌就开始自己演奏了一首自己创作的钢琴曲。还会创作？对，虽然说这首曲子有点诡异阴郁，但是毕竟这是一团单细胞生物自己写的歌啊，对不对？天哪，这就细思极恐了。粘菌就不仅会学习，像刚才那样，而且还会了举一反三。曾经有记者他就问爱德华多·米兰达教授说，教授您认为粘液霉菌是不是有意识有智慧呢？
爱德华多米兰达教授就给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我不知道粘液霉菌是不是有意识，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利用粘液霉菌开发出具有类似人脑处理能力的机器人。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专业领域的教授来说，他也不能说确定啊，粘液霉菌就没有意识。但是他觉得很大概率上，粘液霉菌在某些方面和我们人脑的作用有相似之处。对啊。其实我们一开篇就说到啊，粘液霉菌有这种学习和传递知识的能力，但是他怎么做到呢？研究人员又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他们怎么做到的学习和传递知识。但是当他们发现粘液霉菌学习和传递知识的秘密之后啊，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们人类能像粘液霉菌一样传递知识，我们人类早就飞出太阳系了。而他们细想之后啊，研究人员就觉得粘液霉菌应该才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生物。粘液霉菌传递它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方式是通过两个简单的细胞融合，就是两个粘液霉菌融合成一个，最后融合出来的这一个呢，就有之前那两个的所有经验和知识。然后它分裂出来的细胞，是分裂出来的其他粘液霉菌啊，都带有这些知识。对，它融合成一个，它再分裂两个，这两个又都带有之前那两个的知识，然后这两个再分裂成四个的话，这四个又都有那两个的知识，然后这四个还能继续去学习。三体人，比三体人我觉得还牛一些。就三体人也是这么繁殖的？没有，三体啊，对，融合繁殖，对，融合繁殖，对，融合繁殖，但是他们的知识能保留，三体人好像还不行。为啥觉得现在我们人类的科技进步慢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学习老知识，可能十年时间就学习完了，我们就能去研究新的知识了。但是现在这种知识体量啊，光是学习我们已掌握的知识，可能就要20年的时间、30年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留给我们研究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感觉我们是发展的越来越慢了。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的遗传知识能像粘液霉菌那种方式，是吧？两个人一合，哎，爱德刚，然后一分裂，哎，两个爱德刚，对，那么我们的科学肯定能够更加高速的发展，对吧？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体。我觉得如果三体人啊，真的是两个合一块儿，就变成两个的知识合成一个，它再分裂出两个，都有那两个知识，它的发展速度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只不过早就发现地球了啊！对，我觉得可能抑制他们的唯一就是三体那个恶劣的环境。对，三个太阳、太随机了。对，不过啊，科学家貌似觉悟了，你知道吧？最近一团粘液霉菌就获得了马赛诸塞州汉普郡学院的教职。哎，这个教职是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的，还有几个研究生伺候着。就是，没错，这个粘液霉菌还带研究生了。还有专门的办公室。哎，对。他的研究项目也很高大上，这些研究生的任务是帮助他们的老板，就是这团粘液霉菌，哎，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边境问题、海上钻井问题和药物监管问题。啊？为什么呢？解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呀，这要问马赛诸塞州那个。以前觉得活得不如狗，现在觉得活得不如一滩细菌。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种菌，这是人类的偏见。但从我们的生物学，不是，就是从我们的生物学分类来说啊，它不是细菌，它也不是真菌，它叫原生动物，它在界这一个就不属于动物界，也不属于植物界，也不属于细菌真菌界，它就叫做单独的一个界，叫做原生动物界。哦，就是这个界下面的这些动物好多都有这种特点。哦，还有别的相似的动物？对，还有。我觉得他们是外星人吧。不是，我觉得是啥，就是这个地球上确实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我们人类随着自己的发展啊，我们越来越了解它，就可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这种东西，他们可能智慧的表现形式和我们所理解的智慧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啊。对啊，或者说是可能啊，粘液霉菌，比如说科学家为什么能用粘液霉菌来寻找宇宙网络和宇宙中的暗物质，有可能粘液霉菌真的能够通过它细小的身体感受宇宙中更强大的一些我们无法探测的东西，比如说重力引力波场，它能形成这种宇宙网络一样的图景，对吧？科学家才能用它来探测宇宙嘛，对吧？只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我们的这种研究科学的基础上还不能理解这些东西而已。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也请点赞、收藏、关注 UP 主，这是对 UP 主最大的鼓励哦。